我是李月瑶。曾经呢，我是一名站在聚光灯下的模特。那么呢，因为我会拍照，会凹造型，所以朋友圈发照片可是点赞无数哦。朋友都送我一个外号“人形 pose 机”。哦，那今天要给我们展示一下，教一下大家拍照的时候怎么摆 pose， 好不好？是这样的，我所了解到大家拍照会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就是说你通常不知道你的手应该在哪里摆。真的有这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可以借助到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道具，我们可以拿咖啡杯，我来为大家做一个拍照的小的技巧的演示。来吧，一二三四。哦，可爱。今天来到了我们的一站到底，只是教大家做 pose 吗？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热爱挑战的人，我是从一个模特跨界为幕后的创业者。哦，变成了一个幕后的创业者。对，我呢所创业的这个平台是一个模特的经济平台，因为会有中介在赚取差价，所以呢会导致我们模特每天真的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最后到手的收入却少之又少。为了杜绝这个现象的出现呢，我开创了一个我的平台，就是说我资源了所有的线下的一个模特的整合，以及对接了各大活动赛事的资源，取消了中间商的这个环节，让模特和活动商直接对接，从而能提高他们的收入达到80%。哦，因为曾经干过这个行业，所以呢其实就是为大家来考虑。对，我很了解模特的这种辛苦。哦，明白。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创业的一种角度。对，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里面这些年轻人们，其实大家都是在追求梦想嘛，希望你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借您吉言。好，今天毕竟来到一站到底是答题了啊。哎，现在请考虑你要选择谁。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她是我们的戴莲小姐姐。因为呢，我觉得我们有着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过去，以及我觉得对于未来的一个向往。我觉得恰恰是这些的共同，我想和你切磋出一些不同的火花。我确实跟你很有共识，因为我们都是作为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我觉得女孩子她漂亮之余，她一定要有自己最有战斗力的一面。对，这样子才会以最美最棒的姿态去做到一个人生赢家。我希望我们今天用最漂亮的样子打漂亮的一战。绝对 respect。 OK， 好，来选答题模式。既然小姐姐这么优雅，我就选择稍微温婉一点的轮打吧。活得漂亮，答得漂亮，都很重要。在这个舞台上面，各位，本场的最后一轮答题，轮打，请准备。答题开始。就年纪上来说，东北话中的老姑娘指的是家里的哪个女儿？因为我有个东北的朋友啊，他和我关系特别特别好，所以我知道这道题的答案叫年纪最小的。3月29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技术指南中提到，其他疫苗与新冠疫苗的接种间隔应大于多少天？这个我相信每一个城市的社区已经开始推广了，它的时间是不少于2个星期，也就是14天。我们的头发之所以能显得光泽有层次，因为它不是绝对光滑的表面，而是被什么结构所覆盖？这个呢，是在我们的日常的洗护用品中都会看到的，是毛鳞片。运用一些特殊的机械可以省工吗？我知道，就算再特殊的机械，它只是可以省力，所以不可以省工。请听音频题。叶先生，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段经典的台词出自哪部电影？这个呢是章子怡在对叶问先生所说的一段台词，它出自一代宗师。网络上流行的这张表情包拍摄于哪条河边？
当我们生活压力、工作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就会觉得非常治愈。苏医师愈合。在没有其他基础疾病的情况下，高血压患者应该吃哪种盐最佳？因为我现在呢也涉足医疗行业，对于慢病管理来说，我选择的是低钠盐。全名167个字母，全世界最长的地名，属于泰国的哪个城市？这个我非常了解，因为我有家人在那里生活，中文可不惯他这个毛病，曼谷。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类别的是哪个国家？自然是我们最大的中国。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中，少一人少的是谁？这个啊是作者写给他的兄弟，所以作者自然是他自己，所以答案是王维自己。出于安全考虑，以下哪种食物最好不要放在微波炉里加热？因为榴莲呢，我是在家经常热，所以首先我们要排除掉。那么就我的选择是葡萄。目前在各个学科中发展为对一个系统内在混乱程度的度量的是哪个热力学概念？我来用一个排除法吧，这个答案肯定不是因子，所以答案应该是熵。之前有一个电影啊，专门跟这个有关。我国规定，凡是条件具备的地方，年满11岁的公民，除老弱病残者外，每年每人应义务植树多少棵？这个啊，我觉得1到3棵太少了吧，所以我选3到5棵。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哪种效应可以优势累计来进行概括？优势累积，它的意思指的是优秀的人会越来越优秀，所以答案应该是马太效应。根据相关的研究，下列哪种恐龙出现的时间更早一些？这个我猜一个吧，应该是素食性恐龙。素食性恐龙。首席知识官袁辅导在线教育权威解答。啊，好了，比赛结束，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谢谢。其实说我挺感谢的，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的挑战都是说是破茧成蝶，对于我自身来说都是一个重生。对，所以说在今后我也会更加的去充实自己，去塑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厚实。去努力，去发光，去绽放。小姐姐能够浴火重生之后凤凰涅槃，我们应该还会有机会再见面。当然了，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谢谢李月瑶来到一站到底。